我需要这个孩子，我需要他的血来献祭我的神。林淼，血肉之躯唤主永生，巨兽恶魔及混沌光华纳泽一生。还我的事儿，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草案在哪儿？杀你们！你们为何要错怪先师？有人选择了恶，就有人选择杀。虚伪！你帮伪君子！地平府，我求你了，我来不及了。我需要这个孩子，我需要他的血来献祭我的神。草案在何处？我不会杀他的，只要让我完成献祭，我就会放了他。他在哪儿？你妨碍我曹娘子，必死无疑。看着吧，你没有时间了，亲眼看着你的永生化为泡影吧。我是没时间了，但是你以为你有时间吗？他会比我死得更早，更早。到底把他藏在哪儿了？我可以告诉你他藏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啊，不，在哪儿？在那儿，他藏在了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他会慢慢体会死亡来临前的恐惧。我告诉你，狄仁杰，曹娘子为了让你活下来，心甘情愿地留下，而你呢，你却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，置他于不顾。草案到底在哪儿？